郭公子，袁良兄弟，今天军营该着你执勤吧？是。哦，那我问你个事儿：千总违抗了帅府军令，该当如何处置啊？不管谁，在军营里违抗了大帅的军令，一定要依法从事，概不宽容。好。 押上来，大哥。徐达醉酒行凶，出手狠毒，竟然把来营点宴的帅府参事打成了重伤。你身为军营执旗官，为何置之不理啊？禀郭副帅，在下在营外巡视。 徐达醉酒打人之事，在下确实不知。哦，那你现在知道了？知道了。好，那么就请执旗官依法处置吧。 徐达，你真的打了帅府的参事？ 老子打了，你怎么着？那小子横挑鼻子竖挑眼，出口伤人，不是东西。嘿，哥呀，那小子就是千纵。嘿嘿，哈哈哈哈哈！听见了吧？徐达已经认罪了。 千总徐达醉酒行凶，触犯军律，当众责打30军棍。来啊，在。嗯，是。袁良兄弟，执法吧。多谢郭副帅，把军棍都给咱准备好了。 啊，我知道你跟徐达是结义兄弟，我就怕你一时找不着军棍呐。至于你下棍时是轻是重，执法是严是虚，那我可就无可奈何了。告辞了。对了，当众责打是吧？那既然是当众。 是否把各级统领都请来观刑，经执旗官斟酌。走。兄弟啊，我提醒过你少喝酒，现在是非太多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大哥，你只管动手。 咱不怕，来人，在，召集所有将领，到此观刑。对，有关观刑。
都来关心。关心。你们都来关心。千总徐达，醉酒行凶，触犯军令，依法责打30军棍。执行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你这招是不是也太过狠辣了？父亲，您虽然收朱元璋为义子，并且给了他天高地厚之恩，但是他内心里是不是真的对父亲感恩戴德呢？是不是对父亲竭尽忠诚呢？这一点您并不知道，对不对？17、18。停，朱建总，意思一下就行了吧？徐达受不住了，再说大帅和公子又不在，何必执法得太酷呢？是啊，意思一下就行了。是啊，大家都是兄弟，谁没有个闪失啊？还差多少？18了。打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。别看他们13和4，那手下使的都是虚劲儿，棍下藏私啊！你挨过军棍吗？没有。你爹我挨过，无论是援军的军棍还是义军的军棍，我都挨过。所以那棍下是实是虚，我听得出来。29、30。执法毕，退下。兄弟。哥，来，哥陪你回家啊！兄弟，哥，不用了，你下半身全是血，沾不着地的。快上来，哥陪你回家，听话，快，来。你放我下来呗！我过天去看见，你又敢说你暗藏私情了？看看就看去，反正咱打军棍的时候一棍也没少，打完了咱还是兄弟，永远都是兄弟。被我上哪儿？回家。妹子，快，妹子！妹子，快来！怎么了？这是？来，这不是徐大？受了军法，被军棍打的，你呀，赶紧弄点药，弄点开水去，快去！这是哪个恶贼干的？下手这么狠？是我。是你？嫂子，是我犯了点事儿，是郭天旭逼他执行军法的。我就知道郭天旭心狠手毒。变着法的跟你们兄弟过不去。崇八，你也真是的，他让你打自个儿兄弟你就打呀，你呆呀你！他心里恨你，这是在整你呢。我当然知道他是借着这事来治我。我还估计啊。你说呀，估计什么？大哥，你说。我估计着，在我执行军法的时候，郭天旭是故意躲开的，但是我的一举一动，他都会看到。说不定他在躲在某个地方，正在偷看着。他的用心是，如果我敷衍了事，棍下藏私，他肯定报告父帅说我不忠；如果我依法重打了咱兄弟，哼，他更盼望着这顿打把我们的兄弟都给打散。这些小子，真没想到他真毒啊！我最难估计的是这件事儿。到底是郭天旭的主意，还是大帅的主意？哎，管不了这么多了。徐达，从今儿起你就待在这儿，好好养伤。这张床归你了，妹子会照顾你的。大哥，这是你们俩的新房，
我在这像什么呀？你什么也别说了，徐达，咱家就是你家，你就住在这儿。孙维亚提前动手了，连凌晨他带兵冲进了彭大帅府，逼着彭大帅下令把大牌楼的兵器战马全都归他，还有他手下的人把分给咱们的大宅院给攻占了，咱们手下兄弟被迫和他们交手，双方都伤了几个人呢。这才几天呢，刚刚打退了援军，这自家兄弟就开始争斗了。统帅，孙维亚这是蓄谋已久的，他步步紧逼，就是想把咱们赶出城去，他想独占濠州。哦，副帅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，咱们再不能让人欺负了，赶快布置应敌吧。大帅，事情突然，我们一定要谨慎处置啊！义军内部万不可动口。你算老几啊？我和副帅商议事儿，轮到你说话吗？滚一边去！副帅，这传令下去。我部将士全部归营，禁止外出。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准擅动移兵一卒，更不准与孙部兄弟交手。违者，立斩。遵命。哥，嫂子，你们干啥干啥？你们这样我能承受得起吗？别动，太好了。我们承受不起，接着叫。以后啊，如果你哥伤残了，你不是还一样照顾我吗？啊！不来了。帅，来看看你们啊！你们结婚以后，我还没进过这个小屋呢。哎呀，这日子过得不错嘛。李达也在这儿。啊，大帅。别起来，别起来，伤势怎么样啊？哦，差不多了。妹子，赶紧给义父上茶呀！啊，罢了罢了。连长啊，咱们出去走走。哎，这场危机总算是得以化解，大牌楼的兵器还有战马都让给了孙德阳。连长啊，你对这事怎么看呢？副帅。咱不大会说话，不，其实你很会说话，我让你实话实说呀。是副帅，咱总觉得这场危机并没有真正的化解，虽然表面上平静下来，其实是隐藏了更大的危机，因为孙振牙他不会就此罢手的。接着说，大帅们之所以不和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谁都想称王称霸，谁都想独占濠州城。孙内牙想，大帅您也是想的是吧？是，你说的是啊。但是，濠州城只有一个，大帅们却有五个，这样一来难免会发生争斗。现在的形势是越发危急了，你认为我们该如何应变呢？咱一直有个想法，但却怕说出来您生气。你说。副帅，您英雄盖世，为什么要憋屈在一个小小的濠州城里？为什么不打出去发展，另辟一片天地呢？咱做游僧的时候去过滁阳和定远，这些城池，城池坚固，人丁兴旺，为什么不把他们拿下来作为自己的根据？你有什么主意啊？敢问副帅，在这些大帅当中，谁的威望最高，谁对您最为友善？无论是凭威望还是论政治，当属彭大，彭老帅。那么副帅呢，就应该极力拥戴他，最好推他为王，这样一来就可以一统众军了。彭大一旦称了王，势必要有所回报，以后肯定会更依重于您。元璋啊，没想到你这么个五大三粗的汉子，竟有如此绝妙的主意。元璋啊，我派你个差使，找你带一营精兵前往定远和滁阳一带打探虚实。遵命。还有一事，我必须让你心中有数。
福帅，您尽管吩咐就是了。你是我的义子，但你比我那个亲生儿子要强。信任你，我胜过信任他。从那时候起啊，我就知道郭大帅早晚要让我接掌他的帅位。同时，我也明白，我跟郭天旭的恩怨是永远的化不开了。时刻包围其他各部，先解除他们的武装，之后逼彭大退位。他要是不从，就废了他。那郭子行呢？嗨，没用了，砍了呗。大哥，大哥，爹，郭大帅突然失踪了，刀马下找到士兵的尸体。孙连崖作乱，一定是他。我看着，如果孙连崖要动兵的话，肯定就在今天。那么，我们先发制人，召集各部兄弟，抢在他前面动手。不行，万万不可。这么多的义军兄弟，没有死在援军的手里，却死在自己兄弟的刀下。再说，没有大帅，我们也没法统一号令啊。那怎么办呢？三弟，我马上回帅府，你呢，立即回营。跟兄弟们说，郭大帅早就回府，而且安然无恙。你并传郭帅的命令，所有的兄弟在营内坚守，千万不可出击。天旭兄，哎呀，元璋兄弟，你可回来了！副帅他这事儿我已经听说了，你就放心吧。我已经调集了一营的精兵，在门口都布置好了，这些人足以保证帅府的安全。太好了，帅府正缺人手，我正犯愁呢。副帅有何打算？啊，我已经派手下兄弟四处寻找副帅。请副帅立即停止寻找义父。为什么？义父是遭人暗算，我们想找是找不到的。再者，如果我们不找，其他人不会知道大帅失踪。一旦我们四处寻找，肯定谣言四起，其他各部将领都会知道我们的大帅已然不在了。对对对，我万急之中我不免忽视了。我马上去找彭老帅，让他出来相助。慢着，这事儿会不会也有他一份啊？我想不会，城中各帅中，大帅最信任彭老帅了，此事非他出面不可。哎呀，元璋兄弟啊，你看，现在帅府就这一营兵，你又要带走，我这儿你就放心吧，咱一个人都不带，自个儿去。哎，哎，兄弟，你可多小心呐！啊，你到哪儿去啊？去找彭大帅。就你一个人去？一个人。这太危险了，妹子，现在是咱生死存亡的时候，这险必须要冒。你陪着帅夫人一步步要离开，哥马上就回来啊！你等等，你听我说，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就不活了。妹子，所以你一定要回来。
去吧，快去啊！我一旦召集兵马平叛，那势必要激起恶战，那义军就要分裂了。小侄觉得，总帅如果能够举兵主持公义，那么义军大部都会听您的召唤，就连孙德崖也不得不三思，因为义军大部的兄弟都寄居在您的旗下，孙德崖势单力孤了，到那时候他很有可能不敢与您为敌，而总帅您的反而可以不战而胜。倒也是，总帅啊，如果您纵容孙德崖吞并我们郭部，那他下一步会不会吞并您呢？小侄认为肯定会，唇亡齿寒呢、啊、更坏的是，一旦让孙德崖得逞，那我们义军以后就形同土匪山贼，再也没有什么规矩可言了。人人都梦想着称王称霸，天天都会刀兵相击，那我们的濠州城真的要变成一片血海了。前些时候，义父还跟小侄说过，要在帅府的大会上推举您为怀王，一体节制濠州城里的所有义军。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！子兴真有这意思，推我为怀王？如果总帅不信，可以马上去问李大帅。李大帅当场就说，老彭做怀王当之无愧，就怕有一个人会不服。谁不服？还能有谁？当然是孙德崖了，他连做梦都想称王呢。来人啊！在，召集龙虎二营弟兄，包围孙德崖府。孙德崖不像叛乱了。我相信，孙府的安静是装出来的，里面肯定有伏兵。哦，如果是这样，说明他们有所准备啊，那我们更要小心。总帅，小侄倒有个念头。你且说。我想直接进孙府，面见孙德崖，想试探一下虚实。怎么个试探法？我见了他的面，直截了当的让他要人。如果他没有抓我的义父，他肯定气得暴跳如雷，把小侄给轰出来。如果他抓了我义父，他肯定不会放过我，一定要斩草除根。总帅，你就给我半个时辰的时间。如果半个时辰过后我没有出来，这就证明他肯定抓了我义父，肯定要叛乱。那时候你再出击。哦，是个办法。不过你此去是拿自个儿的命去投石问路，太危险，闹不好你是有去无回呀、啊。郭大帅是我的义父，如他有不测，我理当生死与共。只是事后还望老伯为我们主持公道。侄儿放心，老伯我再次招应，告辞。什么人？郭大帅的义子朱元璋求见孙大帅。在下朱元璋拜见孙大帅。你自身前来，胆子不小嘛，佩服佩服。我老孙就喜欢这种人。请孙大帅放我义父吧。不错，郭子兴是我抓的，我不但不会放他，连你也一块殉葬。大帅，如果杀了我们两个，
那就等于自绝于义军，不但郭部的八千弟兄会起来反抗，而且其他各部大帅也不会坐视不管的。老子从来就是两把快刀平天下，谁敢妄动，老子一块砍了。朱元璋，你只身到此，难道是向我们宣战的吗？在下前来，不是来宣战，而是来求和。哦。在下奉副帅郭天旭所托，前来向孙大帅求和，希望孙大帅放我义父。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领兵退出濠州城，远走他乡，永不与大帅相争。当真？在下如有半句虚言，大帅可以一刀劈了我。大帅，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出于无奈。虽然郭部和孙部名号不一样，但是大家都是义军呢。骨肉兄弟一旦交起手来，那要杀起来要比自己的死敌还要凶狠，还要残酷。我们实在不愿意让濠州城变成一片血海啊。大帅，元璋代表郭部上下向孙帅请和了。请和？只是你和郭天旭的意思，难道郭子兴也同意吗？元璋此次前来，一是向孙帅表明心意，二是想面见副帅，叩请他接受和解，退出濠州。他会同意吗？会。事已至此，别无选择了。况且郭天旭已经决定。什么决定？快说。郭天旭决定，如果郭子兴不接受和解，那他就直接接受帅印，把军队拉出城外，自立门户。这等儿子真是禽圣不如啊！他老子命悬刀口，他还想着夺权了。早有风传说郭家父子不和，看起来是真的了。好，我准你去见郭子兴一面，好好的劝说他。如果他不同意投降，那么你告诉他，明年的今日就是你俩的周年。遵命。走。老兄，你觉得小子话可信吗？我是半信半疑。哼，老子根本就不相信。老子太了解郭子兴了，他宁死也不会向我认输的。所以我们正好把他父子俩一刀斩了，马上出兵。还是先等一等，万一朱元璋说服郭子兴呢？那好，就依你，再等半个时辰。嗯。元璋，不，元璋，不，你还好吧？身上没受伤吧？你怎么也给抓进来了？哎呀，这下完了，天王我也啊，连你都落入了他们的手中，那个孙德牙就再无顾忌了。义父，你听我说，我这主动来的，向他们要人。那还有谁啊？就咱自个儿。有没用的。你的忠心实在是令我感动，可是你自己来是白白的送死，那个孙德牙他就绝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副帅，咱爷俩的生死存亡待会儿才能知道的。哦，禀总帅，莫江山郭部两千骑兵已经到了，听候总帅调令。好。朱元璋进去了半个时辰了，看来是凶多吉少啊。请总帅下令吧。听令。
分府大门一开，你们率兵一起闯入，谁敢反抗，斩而杀之。遵命。遵命。是谁？濠州总帅彭大，拜访孙德雅。仔细瞧瞧，没错，是彭大帅。上来！前面的敌军听着，八千一军早就把这里包围了，不放下兵器，咱们还是兄弟。我想一报下兵器，兵器，我想下兵器，我想，我想一报下兵器。好的，好的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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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孙老弟，你要想杀我，就动手吧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找你好好谈谈。怎么个谈法？释放郭子兴。明天上午，各位大帅都带我府上来喝茶，由我来负责各位的安全。城中共有50000义军，25000都站在我们这边。孙老弟如果一意孤行，那么除了玉石坚坟之外，你也是必败无疑啊。好，我放人。五帅联席会议协商至此，共同决定请孙德雅率部离开濠州。在下建议全城的义军合为一部，我等几位恭立一位大哥为怀王。从此以后呢，全城义军敬奉怀王一旨，从此上下一统，军令畅行。如果谁敢再夺位擅权，斩无赦。好得很，义军早该合成一家了。彭大哥，无论是人品、资望和韬略，都在我们几个之上。在下力举彭大哥为怀王，统领濠州全体义军。谢彭兄赏茶。和你得到一位罕见的将才呀、啊！谁呀、啊？你的义子朱元璋。区区后生，照我看，此人不仅是将才，而且是大将之才啊！将来的前程，说不定在你我之上。想赶尽杀绝？小侄在此等候，只是为了给大帅护驾，为大帅送行。哼，给我护驾？小侄直说了吧，是我义父的一些部下，啊，这只是有可能。他们私下议论，说孙大帅虽然离开濠州了，但是仍然是一大祸害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在您落难的时候把你给除掉，以除后患。哪个小崽子敢对我下手？如果半路上真的遇到了什么伏击，请大帅给小侄一个面子，让小侄亲自去斩杀他们。朱元璋啊，你果然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大帅过奖了。即使路上什么事情也没发生，大帅这一走，总得有人送送。这次内争是肯定的，但是会不会还有下一次？看来我们义军最大的敌人，并不是朝廷，也不是那些援军的英雄，恰恰是我们义军自己。元璋兄弟，回来了。郭副帅，元璋回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辛苦啊，元璋兄弟。孙德雅是不是太太平平抵达淮西了？
是。可有人途中暗害他？没有。那为何有人胡言乱语说想暗害他？在下多心了，错怪了那些弟兄。没关系，谁都有失误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公子明鉴。请吧。副帅。哦，元璋啊。哎。啊，来来来，坐。元璋啊，兵马匆匆，耽误了我多少读书的时光啊！想当年我22岁中举，要不是世道乱，很可能我也会金榜题名啊。元璋是个粗人，没读过多少书，每每见到有学问的人，心里就愧疚。我心里一直有个梦想，那就是远离尘嚣，重归书宅，该多好！好是好，可是父帅有意，世道无情啊！父帅，你还得带领我们大家伙打天下呢。可如今，我真的要躲进书宅，以诗书为伴了。朱元璋听令，末将在。本帅决定退出江湖，找你继承帅位，统掌我部全体义军。什么？找你继承帅位，统掌义军？不可，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副帅，万万不可！元璋宁死也不敢。孙德崖此事足以证明我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可是你在这件事情当中的种种作为，足以证明你坎为大任，让你做义军的主帅，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副帅，元璋从军刚5个月啊。5个月零8天。是。元璋是副帅收留的，恩养的。元璋这个名字也是副帅给的，如果没有副帅，哪有咱朱元璋这个人呢？副帅，我求求你，你千万不可退位，元璋万死不敢从命。怎么，你真的不想继承帅位？万死不敢。好，那就先搁下此事，以后再议吧。没有以后，元璋永远不敢。就算副帅要退位，那也应该是天旭哥来接掌帅位啊。起来吧。朱元璋听令。末将在。找你为我义军副帅，协助我统掌义军。义父，我，你要再敢推辞，你就不是我的义子。元璋遵命，谢父帅大恩。那好啊。现在我部有1位主帅和2位副帅。元璋啊，说句心里话，天旭那位副帅，今后我还得仰仗你啊。元璋肝脑涂地，也难报副帅的大恩。那就议正事吧。孙德崖事变之后，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发展呢？末将还是先前那个想法。孙德崖虽然现在已经走了，但是濠州城里仍然是一王三帅，拥挤不堪，往后肯定还会再起祸端。末将以为副帅还是离开濠州城吧，另辟天地，再图发展。这样吧，我拨给你3000精兵，令你以副帅的名义统领他们开往定远、滁阳一带招兵买马，建立根据，与濠州城成犄角之势，你看如何呀？
遵命。太好了，咱大哥不但成了副帅，还有了自个儿的兵马。嗯，大哥，嗯，在亳州咱们永远居于人下，外面天高地远，咱们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。好啊，你们嫌义父压制你们，想甩开他大干一场啊？嫂子，我大哥可是人中之龙啊，他现在呀什么都不缺，缺的就是机会，一旦给了他机会，让他展翅高飞，那前程就不可限量了。说不定将来成了一方诸侯，你呢就是王公奶奶喽。你们男人想建功立业，少扯上我。哎，大哥，啊，这郭大帅给你多少人马呀？3000。3000？哎，这好像少点吧。哎，我才不在乎兵多兵少呢，最重要的是将才。哎，一个好的将军啊，可以带领出百万雄师啊。嗯，哎，大哥啊，你说的这些将才心里有谱了吧？当然有了，你徐达，啊，你汤和，嗯，哎，对了，啊，别忘了常遇春。哎，对对，还有邓玉、耿炳文、汤申宗、陆中恒，还有刘子义、王玉芝，对，曹振，对，还有胡大炮仗、刘二麻子。妹子，多少个了？18个。18个，好，吉利，就这么定了啊。行，还差一个呢。哎，谁呀？啊，我。哦，对，我都把夫人给忘了，光想着兄弟们了。您是咱的主子，当然得带上您了啊。对对对吧？哎，大哥，哎，嫂子得留在城里啊。哎，为什么？你是人质啊，知道吗？郭大帅每次派兵出征的时候，都要把同里的父母兄弟留在城里，这可是规矩啊。一来减少战争的负担，二来呢，确保出征的头领不敢背叛，谁跑了，家眷顶着。嗯，要不然你就委屈一下，留下来吧。我向你保证，多则一年，少则3个月。我说呀。我怀上了。真的？那咱们一定要在一起。不冲吧，你们还是去吧。我应该留下来，这就是我们女人的命。我敬你。哎，对，嫂子，嫂子，我们敬你，我们敬你。